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成都卡卡香香嘛。俺家好多熬生的卡卡老乡哈，哎，好多的人晓得，在成都一在提旺，还好多人的卡卡老乡。然后，假如您有机会来成都做客的话，您一定要来一下。俺家卡卡人最具代表性的在提旺，就是洛带古镇。走一次，强毛带您去看下子，俺家洛带古镇。洛带景区入口，走一样清晰。这么一成都还是讲温暖，男士说的也，意思有点子露水。虽然挨到洛带古镇很亲哈，但俺真的没得好好子跟老一样打一下卡，从那里好好整理一下。这么一起，花时间好好子带您去走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下俺们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客家。古镇，洛带古镇。哇，挨近了一样，就感觉整个一条街好像像卖水的，好老牛。买那个东西给丢哟，听到你的。洛带什么头发？俺们还没当起你哈，俺们还没当起你。哎呀姐，敲门你还没当起你呢？你刚来到客家坝呢？你求黑，你求黑洛带的吗？啊，求黑真送给你啊？没呀，我好给。看哪样啊？凤冈。凤冈乡。啊。就像当初一样爱的。哦，你才做仙女个？像一条街光临到客家坝，你还懂不懂？很少哦。该像你五号嘞？俺妈在做啊。俺妈要嘞？俺妈要五个。俺妈要五个，丢五个了。你想哪边？想城啊。想城，城还客家还太香。对啊。你现在你祖宗现在哪样过来的？广东啊。广东哪地方？梅州啊。梅州，你洗过这样没？完全洗，就老辈子才洗，现在是少的人才洗。哦。阿哥，还没给我客家话的。你好。你放心，洗洗是他要做的。哎。哈哈哈。那打过你洗脸啊？好，麻辣的。所以行了哈，拜拜。一个河沟，河沟的水好清澈。江西飞过，福冈飞过，哦，广东飞过，来想去尝了。哇，知道一面山。伤心凉粉，好多客家的特色菜，样样都有。客家球汤。云南过桥米线，来来来，美女帅哥，客家凉粉，过桥米线，砂锅米线，云霄上，晚点，电影里，杨很烈子嘞，好漂亮的小姐姐，可惜杨还专门看戏、看表演的地方哎，还挺大气的。你下午今晚定点的吧，定点到岸了，广东飞馆。已经关门了，可惜了，我早就是老操心。终于朝阳离一下不掉你的岸了，点点滴到那个庙上，还有两个飞馆还能滴的，还有俺们客家尾部，也能带你去看。可惜只有下次，下次再带你再仔细的，哎，老洛带古镇好好的滴一滴。成都客家欢迎老洛带一在古镇来打卡哟。了解俺们成都客家文化，还有俺们成都客家人，到一样的飞馆来看一下，还有俺们成都洛带的客家文化。